下手腕放松，然后锁住手腕向前推。这个可以练一下你的闪动手腕，正手啊这边，然后还有下手锁住手腕往上挑。每天你试一下。你的手腕力，让它灵活一点，这些都可以这样子练，练给它灵活。那教练还有什么挥拍特别方式吗？你还可以练一下切拍，你用打板打，切拍，放斜拍面，然后还可以练滑板切，然后平翻。转出拍 ，OK， 可以了吗？